君不服我，我必不服君。最瞧不起你的人就是你自己。顾千帆，怎么，我说错了？恼羞成怒了是吗？是，我是自卑，我是不相信你，那是因为我想要的不是嘴上说的一时情浓，是一生一世。你求婚许诺的时候我是挺开心的，可是你清醒过来一想，一个皇城司的副使怎么会娶一个见习从良的？你会后悔吗？是不是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？好，这里有三张地契，四把钥匙，我为官十二年所有的家当都在里头了，你收好。你现在想不通没关系，回去以后慢慢想，我担得起。下次装也装得像一点。对你管用就行。你真的是真心的，真的愿意对我明媒正娶？还记得那晚我们在华亭县喝酒吗？我想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后来在暗牢里我看到你平安无事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想把你娶回家，好好保护你。你不是一直想当进士娘子吗？我怎么说也是二甲进士，嫁给我不吃亏。那你的仕途呢？我不要你的官声了。我的名声好听吗？你现在随便抓个人过来问一问，一个皇城司的库里和一个曾经在教坊的歌妓，谁更讨人厌？这次是你主动的，想好了？君不负我，我必不负君。